这是美好的早晨，我们再次要来到神面前，一起来敬拜，也读神的话语。每早晨，我们来亲近神，这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认识神，也是我们这一生最美好的事情。我们再次要从约翰福音十八章有几节经文啊，我们要来分享，以及来导读。约翰福音十八章33节，一直到36到37节。来，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一段是耶稣在跟门徒的聚集之后，面对犹大出卖耶稣，犹大卖了耶稣。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耶稣是为自己的身份犹太人的王，来到比拉多这里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在这地上的时间，特别最后的3年多的时间服侍，他的身份一直是被人所怀疑，他身份一直是被人所诟病，他身份是一直人所不能了解跟认识的。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我们可以对照四福音多处，不仅是来到这个比拉多的面前，包括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跟门徒的对话，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所以门徒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人们说你是施洗约翰，你是以利亚，然后呢你是……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因为锁链已经断开来了，我们来祷告，我们的锁链已经断开来了。不管是我们家族累代的锁链，还是疾病的锁链，或者是哦，是的，主，有些我们好像一些经常在一些重复性的意外里面，这些锁链都要断开来了。所以我们一起开口来宣告，我们宣告锁链现在都要完全的断开来。主啊，是的，我们谢谢你，主，我帮你们宣告，哦，主，你的大能浇灌下来，哦，主，我们宣告死亡的锁链，主啊，现在断开来，哦，主啊，疫情的锁链，哦，主啊，疾病的锁链，现在完全的断开来，哦，主啊，我们。家族累代的咒诅，主啊，现在这些要完全的断开，耶稣，主啊，锁链断开来了，我主啊，上你的咒诅，哦，是的，主啊，上你的咒诅，主啊，现在完全断开来，哦，主啊，现在这些锁链，哦，主啊，锁链都要断开来，哦，主啊，锁链，哦，主啊，要完全的离开我们，哦，是的，主，我们要再次来经历你的大能，哦，主，我们宣告，哦，主啊，在我们身上，主啊，那些的锁链，哦，主啊，上瘾的锁链，哦，主啊，瘾头的锁链，哦，主啊，让我们无法自拔的，哦，主啊，常常。陷下去的，主啊，这些锁链，主啊，现在都要完全的断开，主啊，完全的断开来呀，哦，主啊，完全断开，断开，主啊，完全的断开，哦，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来经历你的大能，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祷告，锁链已经断开来了，家也已经被开启了。哦，是的，主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祷告，求神在这个时刻，圣灵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过去那被关闭起来的，过去看不到的，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看得见，我们要看得见，我们要看得见，因为家也被开启了。哦，所以我们从这开口，哦，我们为我们的家族来祷告，我们家族的属灵的眼睛要开启了，要看得见神的作为，要看得见神的大能。全部我们谢谢。哦，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哦，是的，主，我们来仰望你。主，我紧紧被这锁链困住。我主啊，里面主啊，一切骄傲、自傲、一切肉体、血气，主啊，紧紧的捆锁住。主啊，加诸累代的咒诅，主啊，仇敌撒旦的压制，紧紧的捆锁住。做那个压制，那个痛苦，我的主，求你今天断开，在我身上，在我心里，主啊，在我里面一切的锁链的断开。我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灵的大能里面。主，让我得以自由，主，我需要得以自由。主，我们来到你，弟兄姐妹，你现在好像在攀高峰，你在登高峰，然后那个高峰是非常陡峭的，你需要神开路。然后呢，你就想说，哎，你可能是用攀岩，有没有慢慢爬上去？但是神要为你开路，他说是要，他要开车子，哇，把你送上这个高峰，他要开车子把你送上高峰，所以你要单单的来信任他。那我们也看见呢，很多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你不太了解神的国度，所以你常常觉得神的国度离你好遥远。然后今天神要告诉你，神的国度呢不在你的手中，神今天要打破一切属地的价值观，让我们可以听见真理。
然后凡听见真理的人呢，就能够听见耶稣的话。今天我们要打开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真理。然后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你现在遇到一些的困难，这个困难呢，好像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接踵而来，一下子这里这个生病，那个生病，哇，那个事情接踵而来。但是我们感觉这个时候是起来呼求的时刻，你来呼求主。当你在困难的时刻，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来呼求主。你抱怨是没有用的，或者是你好像很愤怒也没有用，你起来呼求主。你呼求主，把这些的困难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把它挪开来。你呼求主，让耶稣的大能亲自来保守，让我们可以住在他的里面。所以，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来呼求主，我们来呼求主，我们来呼求主，我们一起大喊三声：主啊，主啊，主啊！我们就要来呼求主。好，我们一起来。主啊，是的，我们呼求你。主啊，是的，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主，我们呼求你，我们需要你。主啊，你是一切的真理。主啊，愿你的道不只是在天上，而是真实的道成肉身进到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的国不在左边，不在右边，不在我们的前面，在我们的心中。主耶稣，是的，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里，在圣灵的大能里释放你的道。主啊，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我们呼求你啊。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耶稣，谢谢主。我们再来祷告哈，我们再祷告。我们感觉最近哦，我们弟兄姐妹，你一起集体进到禁食的过程当中呢，哦，也许你现在开始一个礼拜禁一餐或三天禁一餐了，但是我们要来祷告，因为当我们在禁食的时候最容易遇见试探的，哇，最容易遇见试探的。然后在这个试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如何能够站稳是不容易的，所以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旁边的人来祷告，为我们旁边的人来祷告。当你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的试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恩典浇灌下来。哦，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不是为我们自己祷告了，你为你旁边的人来祷告。你看看他，然后你说，我要为你祷告，让你可以胜过这一切的试探，让你可以胜过一切的艰难。哦，我们同声开口，我们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哦，主啊，我们向你承认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哦，主啊，我们眼睛所看的、嘴巴所说的。哦，主啊，我们耳朵所听到的。哦，主，还有我们手所做的、脚所做的。哦，主，我们尽是落在试探里面。哦，主，我们尽是落在这样子的。哦，主，那一切不管是上瘾的行为，哦，是在或者是诱惑当中。哦，主，我们需要你的大能。哦，主，我们需要你来帮助我们。哦，主，要胜过一切的试探。哦，主，要胜过一切的试探啊！哦，是在做了我们。哦，主，可以淡淡的来仰望你。哦，主，在生活中所有的试探。哦，主，我们眼目所看的。哦，主，我们耳朵所听的。哦，主，我们嘴巴所说的。哦，主，我们手所碰的。哦，主。我们脚所做的，哦主啊，都要能够胜过一切。哦主，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也做不到，但是主你的大能浇灌我们。哦主啊，你的大能浇灌我们。哦主啊，再次来更新我们。哦主啊，再次来浇灌我们。在家里面，或在我们现场，或在职场，好不好？我们仍然有几分钟在灵里面的祷告，在灵里面，神的圣灵的恩膏新酒新油浇灌。主啊，那个恩膏让我们断开一切的重轭。那个恩膏主要是一个权柄，以及我里面有个信心能断开，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属这世界，但这世界的王要不断的透过各样试探诱惑各样的方式把我们拉近到属他。因此主，我们说主，我里面不属于这世界，不属仇敌撒旦，这世界属于那仇敌撒旦，属于那王，暂时交在那王的手中。但主，今天我们要把我们再次交给耶稣基督，神所设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犹太人的王。哦主，我们是属于神的。哦，因此好不好，我们在灵里面整个教会好不好，不论你在职场在家里面，我们只要几分钟，我们在灵里面来祷告。方言的祷告是灵里的祷告，是让我们灵里强壮的祷告，为健堂来祷告，让我们的健堂神你亲自做裁判天使，让我们的进度追赶追赶上。哦主，我们恳求神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尽快。哦主啊，把这哦主啊这后面这一段的工程，哦主啊，不论有多少的工程，多少项的工程做，我们能追赶。哦，我们同声为了健堂的工程进度。哦主，我们啊的每一天，哦主学的工班，哦主那配搭配合时间上面，哦不再有拖延。哦神啊，你在你的时间的里面就要来完成。我们同声来祷告。阿爸，天父来到面前，我们特别为欧洲建堂所有工班，欧洲不论做泥做的，欧洲铁工的，欧洲还有许多做喷涂的、油漆的，欧洲还有许多各个工班的。哦，我的主啊，主啊，我求主帮助我们。欧洲在各个工班，欧洲有些做在调整的、更新的，欧洲重新要做的，我求主怜悯。哦，以至于做在各工班，在你面前是你，是你亲自。欧洲加添我们智慧，哦，让我们知道如何追赶。哦，主啊，是你亲自 push 我们在这当中。哦，阿爸，天父看救神。哦，主，你亲自
帮助我们，哦，在各工程工程，主啊，你是你亲自催促，主啊，你亲自整合，哦，你亲自会诊，哦，主啊，因此天气天气在你面前，哦，主啊，特别我们为这主啊筑坛，哦，筑坛所有哦封板，哦，主啊，筑坛屋顶，哦，主啊，这漏水正在做这个整个填缝，哦，主啊，让我们工程，哦，主啊，细密细密，滴水不漏，哦，让我们筑坛的天花板，哦，主啊，钢板浪板没有漏水，哦，主啊，我们恳求神主啊，在施工上面的品质，哦，你亲自眷顾所有施工的品质，耶稣，我们仰望下来。好，我们有金兵营祷告哈，我们来看一下名单。我们目前因为目前有51位哈，我们来祷告。我们为这51位的学员呢，他们来参加金兵营的时候，出发的时候都非常顺利。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整个身体状况还有整个学习力都是非常好的。哇，在金兵的过程当中，可以被神的大能所充满，然后也知道他们每一个都是金兵，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每一个参加的学员都是金兵。好，所以我们要提名哈，我们你给我扔一排，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把秀兰、美美，哦，主啊，把牧林、小雅晶，哦，主啊，志新、红旗、中泽跟玉里，哦，主啊，还有雅婷、凤琴，哦，主啊，子源、艾文、玉婷，哦，主啊，香雅、淑媛、雅各，主，我们全然交托在你的手中，哦，主啊，我们谢谢你，是的，主，这些都是你所呼召的，哦，主啊，这些金兵，哦，主啊，他们要在神国度的金兵，哦，主啊，我们把这些。